各位观众，今天是大年初二，是《大时代》的故事第五次的播出。首先向您恭喜新年快乐。今天我们大家都在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在欢欣洋溢的年景里合家团圆，度着春节，聚在荧光幕前观看这个节目。想到前一次播出的第一次革命起义，一定也会联想到国父在起义之后他是如何的脱险呢？他脱险以后的这个新年是怎样度过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满清官吏到处的悬赏通缉国父，他处变不惊，还是回到广州停留了一天。当时他是想营救陆浩东的，到了第二天他知道自己实在是不能够再待下去了，就雇了一条小的汽船，驶到香山县的唐家湾，换乘轿子到了澳门，再转到了香港。在他之先脱险到了香港的陈少白、郑世良、邓英南等许多的同志，看到他也很平安地出现在眼前，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广东的提刑安插使已经到处地张贴告示，通缉国父和杨启云、陈少白等16个人。这就是清安插使的告示及赏格，第一位就是国父，上面写道：孙文即义仙，香山县东乡翠微村人，额角不宽，年约29岁，花红银1000元。可笑的是，他们把国父的文字加上了3点水，这是极端的大不敬。由于清吏是这样的雷厉风行，缉捕他们，使得国父感到在香港还是很危险，就和陈少白、郑世良前往日本。在阳历11月12号，这一天正是国父30岁的生日。他和陈少白、郑世良3个人在日本的神户上了岸。看到日本的报纸上有条新闻，标题是支那革命党孙文到达日本，国父就很兴奋地对他们两个人说：革命两个字是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正好符合我们的宗旨，就用革命党来做我们的称呼吧。过了几天，他们由神户北上到了横滨，国父就去找到住在那儿的广东籍的华侨冯静茹、冯子山兄弟。因为在前一年国父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回国革命，在轮船上宣传打到满清政府，使得一位同船的小商人陈清深深地受到了感动。当船过横滨进港停靠的时候，陈清也是横滨的华侨，他就跑上岸去，带了冯氏兄弟和另外一位叫做谭发3个人到船上来跟国父见面。陈清这个人后来丢了生意不做，赶回国去参加了广州起义。而冯静茹一向也是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所以当国父这次来到日本再度的和他见面，他非常高兴，就让国父他们3个人住在横滨的山下町他所经营的文经印刷店的楼上。这是现在的横滨渡口，也就是国父第一次到横滨接见陈清等人的地方。这是前天桥，可以通往市区。这是山下町53番地冯静茹的文经印刷店的原址。这是山下町121番地，是陈少白住的地方。明前12年国父再到日本就是住在这儿。这是山下町的街景，据说当年有御史在此，国父经常去洗澡。这是横滨的中山纪念堂，是侨胞们的活动中心。这是中山纪念堂的侧影。
冯静茹和开洋服店的商人谭发对于国父来到日本不仅是大为欢迎，而且还大为兴奋，于是就替国父引荐了十多位的华侨，组成兴中会横滨分会，由冯静茹担任会长。会员当中最小的一位是冯静茹的儿子冯茂荣，只有14岁，他的后来改名叫做冯自由。这是他在民国元年国父就任临时大总统派他做机要秘书的时候和国父以及总统府同事合照的照片，前排坐着的第一排最右边的第一人就是冯自由。兴中会横滨分会成立之后，国父鉴于在日本的华侨人数不多，很难有发展，就向冯子山借到了500块钱，分了100块给郑世良做旅费，回香港去联络同志，准备再起，留下陈少白在日本继续的活动，国父自己就剪掉了辫子，换穿西装，为革命救国走上了第一次周游世界的艰苦途程。明前16年阳历1月，他由日本出发，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檀香山。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杨太夫人和全家人，为了避难，也已经投奔到贸易岛他的大哥这里来了。这就是贸易岛孙德章先生的故居。他在旧历年以前赶到，一家人还能够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真是悲喜交集。过年之后，国父就到檀香山政府火怒卢卢和同志们见面。这是兴中会活动差不多已经完全的停顿了，所幸何宽一般同志另外还组织了一个中西扩润会，经常的讨论时事，他们请国父到各地去演说，到处的受到欢迎，国父就拿这个扩润会作为基础吸收同志，这就是国父当年在檀香山演说的地方，当时叫做中国西院，现在被改为美国西院了。在檀香山待了半年，国父向同志们筹集到6000块钱，就在明前16年的6月间，去到了美国西海岸华侨最多的旧金山。在美国，他乘坐火车横越美洲大陆，沿途凡有华侨的地方，他都去演说满清政府的腐败和祖国将要被瓜分的危机，呼吁侨胞们赞助革命，无奈当时华侨社会风气闭塞，能够马上响应号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辛苦奔走了3个月，当时满清驻美公使杨汝对他追踪侦查，于是他就在9月间由纽约横渡大西洋去到英国。9月30日，他在利物浦上岸，10月1号就乘火车到达了伦敦，第二天就去看他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隔了2天去看孟申博士。这个时候他差不多每天都到康德黎家里去吃饭，有时候去参观大英博物馆，或者是游览名胜古迹。这是他常去做礼拜的伦敦圣马丁诺教堂，这是圣马丁诺教堂的内景。这时候清廷的驻英公使是龚兆院，他已经得到了情报，就命公使馆的英国籍的职员马格里去委托侦探社在秘密的盯梢。国父自己还一点都不知道，10月11号，这一天是星期天，上午10点半左右，他走出了旅馆，打算先到康德黎家，然后一起去礼拜堂。想不到走在半路上，碰到一个中国人攀谈，谈起来是广东同乡，接着
又有两个人围靠过来，强要国父到一栋房子里去歇歇脚，哪晓得这栋房子就是满清驻英公使馆。于是国父就被诱进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门上加了锁，门外有人坚守，只在很高的墙上有一个有栏杆的小窗子通通空气。这就是被囚禁的小房间上的窗口。这是被囚禁的小房间的内景。这是被囚禁的小房间中的简陋的家具。国父好多次写信求救的小纸条裹在硬币上面，从窗子丢出去，可是都丢到隔壁人家的屋顶去了，毫无希望。到了第六天，公使馆接到北京复来的电报，准许花7000英镑租一艘商船，把国父秘密地送回广东法办。公使馆就决定了在20号动身，真正是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刻。那几天国父一筹莫展，除了祈祷之外，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为他送饮食的英国工友科尔的身上。他向科尔说明自己是谋求改革中国政治的人，要是被公使馆送回去就会被杀掉。科尔是一个忠厚的人，他把这些话告诉在公使馆做女管家的霍维太太。霍维太太很有同情心，她对科尔说，我如果是你就帮他去做一下。现在我们先把话题转到康德黎这边。他们在国父初到他家里的时候就提醒国父要留心安全。现在一连几天见不到国父，找到旅馆去问也没有消息，夫妇两人正在担心地记挂着。突然在17号晚间11点，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未具姓名的来信，信里面说，你有一个朋友被囚在中国使馆，要被送回去砍头，真是可怜极了。后来才证实这封信是霍维太太写的。18号，科尔来到小房间里，用手指着自知楼里的一个纸片向国父示意。国父取出来一看，上面写着，我会为你送信给你的朋友，你可不要伏在桌子上面写，因为有人在钥匙孔的外面监视着你的行动。国父就对着墙壁在卡片上写了几句话。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科尔又进来了，把卡片带了出去，送到了康德里的手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国父先后两次向康德里求救的卡片。康德里约到了孟生先生，当天就到苏格兰场总警察厅和英国外交部要求出面来干涉，起初都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他们就雇了侦探守在公使馆的门外，防范使馆方面把国父带到别的地方去藏起来。在19号，英国外交部长晓得了这件事情，就派了6名侦探把公使馆围守着。到了22号，《地球报》的晚刊登出了康德里宣布清国公使馆非法拘禁革命家的消息，英国舆论哗然，英国政府对公使馆的态度就更加的强硬。到了23号下午4:30，国父安然地走出了公使馆，终于恢复了自由。这张照片是国父脱险后住在葛瑞法学院街8号的公寓里。二次大战后，英国人在这处公寓的门口铸了一面国父浮雕的铜像来纪念他。国父脱险之后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蒙难记》销行各国，使得西方人士普遍地知道中国出现了
这么样的一位革命家。这个时候，国父诚心尽力，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做研究的工作。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对于任何事物都是穷理致知，绝不放过的人。他一方面对英美两国民主政治和有秩序的社会实际有了体验，一方面更观察到像这样进步的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发达而萌生了社会不安的现象。于是他所致力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立国基础的三民主义，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所以他在民国七年首著《孙文学说》中提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使之图治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有未能登司命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治世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于欲为一劳永逸，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有完成也。各位观众，国父在完成了三民主义的体系之后，在明前十五年的七月离开了英国，经过加拿大，于八月十六号回到日本横滨。自此之后，他抱持着三民主义，得到了无数的中国人的信仰，追随在他的左右，共同奋斗。明前七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明报》的创刊号上首撰发刊词，就接诸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来到了民国七八年之间，国父着手著述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一册已经完成，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二册也已经大部分的完稿，可惜民国十一年因陈炯明叛变而毁于广州炮火。又到了后来，在民国十三年一月到八月之间，国父在广州被兴起演讲三民主义一次，每次都记录下来，再经过他自己的亲笔修正完稿。当时预定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各讲六次，但最后民生主义只讲了四讲，就因为离开广州北上而中断了。直到民国四十二年，先总统蒋公就国父在民生主义和演讲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食衣住行以外，还有娱乐两篇做了一个补述，才归于完整。各位观众，大家都知道三民主义已经不只是我们国父个人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全民的信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的第一条就明白地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就必须对于立国基础的三民主义的精义要有切实浅显的认识。二十世纪的人类基于理性的要求，已经发展出八项概括性的共同目标，就是：一、人性尊严；二、国家独立；三、民族平等；四、人民有权；五、政府有能；六、经济发达；七、社会安全；八、世界和平。其实这八项共同目标也正是三民主义的精义所在，因为这八项共同目标中的人性尊严与世界和平两项目标已经是世所公认的现代文明社会所一致追求的理想，
而人性尊严正是三民主义革命原理的起点和出发点，世界和平正是三民主义建设理想的终点和归宿点，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实现的最基本的目标。国父在民族主义中不但坚持中国独立地位必须保持，而且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国家独立与民族平等就必然地成为民族主义的精义了。至于人民有权与政府有能，前者是主张人民有四个政权以其有效地管理政府，后者是主张政府有五个治权以其建立万能政府。人民有权符合民主原则，政府有能符合效能原则，这民主与效能两个原则正是现代政治建设必须遵循的方针，也正是民权主义的精义所在。经济发达与社会安全两项目标因前者的目的在实现生产工业化以求富，后者的目的在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实现分配社会以求均，两者无一不是现代福利国家所共同追求实现的理想目标，也正是民生主义的精义所在。在说明了三民主义的精义，也就是指出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八项共同目标之后，接着就应该要检查一下我们对三民主义的实践成果。我们知道自民国开国以来，国家一直困于内忧外患，三民主义的实行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我们始终以三民主义为革命建国的目标。政府拨迁来台前后，先总统蒋公对我们曾有过两次的昭告。第一是在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他在大陆时指出，要知道共产匪徒今日占据一个工商都市，就破坏一个经济的中心，掠取一个农业区域，就制造一个饥荒的地带，凡是共匪所到的处所，就窒息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和人民的生计。第二是在来到台湾之后的民国三十九年八月提示，建设台湾是反共抗俄的根本工作，我相信台湾必能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两项昭告说明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烈对比，事隔三十年完全有了事实的验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共匪奴役同胞蹂躏人权的所作所为一一的向您报告，只就食衣住行娱乐几项民生方面的问题，请您来看看三民主义造福同胞的成果和共产主义为祸同胞的罪恶。食的方面，自由基地同胞每人每日食物平均的热量是2370卡路里，大陆同胞却只有1800卡路里。自由基地同胞每人每日平均摄取蛋白质74公克，而大陆同胞却只有36公克，连一半也不到。自由基地任何的食品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到，大陆上却是一切的食品都只能凭粮票定量配售。在衣的方面，自由基地同胞每人每年平均要消耗棉制品 5.6 公斤，人造纤维制品 6.6 公斤，毛制品 0.2 公斤。大陆同胞每人每年仅平均消耗棉制品 1.7 公斤，人造纤维和毛制品根本没有配售。
住的方面，自由基地都市中高楼大厦到处都是，市郊或乡镇的住宅差不多都是新建的四五层钢筋水泥公寓，乡村的农舍则大半是红砖建造的平房，所以每人每年平均使用的建筑材料是红砖135块，水泥258公斤，钢筋38公斤。大陆上的房屋现在仍是从前抗日战争时代的老样子，为了修建房屋，每人每年平均使用的红砖便只有7块，钢筋水泥更只有各半公斤左右。行的方面，自由基地除了公用交通事业异常发达之外，平均每千人有机器脚踏车105.6辆，自用汽车17.5辆，尤其是城市中的公共汽车和计程车，车线的密和数量之多，比美国和日本还要方便。共匪控制下的大陆，不但人民不能够随意地通行各地，而且道路狭小，大部分的地方都靠步行，人民私有的车辆仅是脚踏车一种。育的方面，自由基地学龄儿童就学率已经接近100%。根据民国65年的统计，平均每3.6人中就有一个在校学生。大陆上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只有78%，升中学的比率只有自由基地的一半。高中以上学校只许工农及匪干的子弟就读，只注重共产教条的灌输。乐的方面，自由基地各县市都有体育馆、运动场、游泳池、公园、儿童乐园等等，每一乡镇都有一所以上的电影院，电视机平均每千人有150架，收音机每千人有240台，享受充分的娱乐。共匪窃据下的大陆则平均2000人才有一台收音机，电视机仅设在特定的场所。至于电影和戏剧等项，除了强迫的观赏几个所谓样板以外，就什么也观赏不到了。此外，自由基地每1.52户便有一台电冰箱，每3.69户便有一台洗衣机，每2.97户便订有一份报纸，每1.64户便订有一份杂志，每6.1户便有一句电话，这些更是大陆同胞所梦想不到的。刚才大家在看到这些个镜头之后，一定都会想到我们生活在自由、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立国基础之上，是多么的值得珍爱。各位观众，国父曾经告诉我们，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上场的时代。先总统蒋公更对我们指出，昨天、今天、明天，以至于永远都是我们三民主义的世纪。下周一同一时间，请您继续的收看本节目。